各位青少年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杨立伟。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，开展航天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科学普及，让青少年把视野投向更远更深的太空，对于青少年成长和国家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。预祝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青少年创新发展论坛取得圆满成功。